我们想哈、读史，今天喜欢历史的人越来越多，这是个好现象。那我们的历史呢，正史24史，现在也有25史，就加上清史26史，加上民国史啊。你通过正史了解历史，那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啊。我们如果了解是历史，正史要看，野史也要看啊，其他的那种，比如这种笔记小说也要看。但你捕捉的是什么呢？是它存在的一个道理。我们过去啊，过去的学者都是考据学，都是靠书和书之间的关系来证明这个历史的存在。钱家学派以后啊，西方的观念逐渐引入中国，就是考古。我们宋代就有考古这个词，宋代的考古更多的是考据，而今天的考古是西方考古学的观念，叫以物证史。就你说的那个事儿，必须得有这物存在，要不然我们没法证明这个历史存在的一个真实。证物不言，但是它不可改变。所以前些年啊，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的夏商周的这个断代工程，就是动用了全国的所有的资料、所有的出土、所有一等一的专家来证明我们夏商周的这个断代年表。做完了以后依然可能出现错误，比如又出现一个文物证据指向跟你的判断是有问题的，那我们就再改。我们一直说啊，一直说我们应该具有史观，历史会重复啊，前人走过的路，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，可能在他摔跟头的地方你依然可以摔跟头。所以具有史观的人眼界是宽的啊，历史是使你看得很远，你回过头去能看多远，你正面就能看多远。那史观是什么呢？是人类对于历史带有文学色彩的一种描述，这种描述呢带有本人色彩，对吧？每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是不一样的，对认识的历史的认知是不一样的。有人穷极一生的经历就想知道历史的真相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歧途。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历史。如果我们说只给你8个字，让你把中国的历史讲一遍，你怎么讲呢？你讲不出来。《三国演义》讲了，叫天下大事啊，叫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这12个字啊，前面那4个不算啊，叫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就是中国的历史。我想这就是个道理，他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。那我们讲起，我们史学的老师讲起来就没那么简单，他不能高度的概括，对吧？他拼命的想告诉你历史的真相，怎么来这个真相呢？就是读书，他认为我读的书比别人多，我从历史上一点一滴的知道一些，告诉你历史的真相。比如我在电视上就看到那个教授有这样的节目啊，这节目很有意思啊，他有预告片啊，预告片这么说，说某某某学者啊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。这学者很有意思啊，这学者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呢？2000年前的事儿啊，他老婆昨天背着他干的那事儿他都搞不清楚，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呢？所以我就说了哈、没有人有能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。同理啊，我们对历史上不管是历史的事件还是历史的人物，他一定有记载不真实的地方。我那天说的是什么事儿呢？就说司马光砸缸这事儿啊，司马光砸缸啊，过去有个相声说司马光砸缸啊，司马光砸缸啊，说不清楚啊。那么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呢，在中国是妇孺皆知啊，没人不知道啊。司马光太聪明了，在紧急情况下砸缸救人。那么老师呢说啊，比如赵冬梅老师说他研究司马光很多年了，也在百家讲坛讲过司马光啊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就说呢，那司马光砸缸这事儿是不是个真事？他说是真事。为什么是真事呢？因为史籍上有记载嘛，《宋史》正史中有记载啊，《司马光传》上就有“光生7岁，凛然如成人”啊，这句什么意思呢？就司马光7岁的时候，凛然啊，像个大人，像个成人。那么
群儿戏于庭，就是一大堆孩子在这个院子里玩耍，一儿登瓮，足跌没水中，众皆弃之，光持石击瓮破之，水迸而得救。史籍上记载有好多好多问题。第一啊，它记载的是瓮，不是缸。我说那时候宋代烧不了这么大的缸，我说的是缸，不是瓮啊。你知道瓮这个东西比缸好烧，所以中国战国到汉时期的大瓮比比皆是。那为什么缸不好烧，瓮好烧呢？它跟这个陶瓷的应力有直接关系。瓮是收口的，烧造的时候应力不得释放，所以它还能保持这个造型。如果是个长口的，应力一释放，尤其用陶土烧，就我们说的陶缸，它就会开裂或者变形，烧不成。这是器物学的一个道理，我们不能更深的讲啊。陶器和瓷器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常见的水缸既不是陶瓷，既不是陶器，也不是瓷器，是一种叫石器的一种特殊的瓷器。而烧造这种瓷器需要极高的温度，当时是达不到这个温度的，所以早期烧不出来。那么瓷缸啊，就是这种瓷缸，这种样子的瓷缸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？明以后才开始有的。明以后烧造瓷缸费了大劲了，宫廷为烧造瓷缸伤透了脑筋。我们明朝啊，到了明中的时候，比如正统这个景泰天顺年间，烧造的龙缸全部都打碎，在景德镇有出土。今天你看到的那大缸全是拼接的，但尺寸不足以淹死七岁的孩子。七岁的孩子有多高啊？七岁的孩子今天大概在1.2米左右啊，有的现在孩子长得还高。我们古代即便营养不好，那可以减10公分，1.1米。但现在我们能看到早期的缸深度超过90公分的几乎不见，因为头还得去20公分，对吧？那我们只好想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啊。第一，有没有可能淹死他？瓮是肯定有可能的，比如他倒栽葱进去的。一儿登瓮肯定是脚踩的这个瓮的边缘上，脚一滑进去的。理论上讲呢，它不可能倒栽葱进去，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残存的这个道理。我们史书都是后修啊，尤其唐以后都是官修。宋史什么时候修的呢？是元朝修的。元朝修史一开始皇帝老不满意，所以就拖拖拉拉拖拖拉拉，一直到元末拖拖主编的这个宋史才算问世。这时候是哪年呢？是至正年间，是1345年、司马光出生于北宋时期。司马光七岁时间距离这1345年已经过去300多年了。300多年前的事儿，宋史修的时候是写进史册。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实如果是真实的，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写的东西可以证明清代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。这个距离是非常长的。所以史书上的记载不一定准确，这个事情不一定发生。或者说这个事情有发生，但不一定是发生在司马光身上，发生在别人身上，移植到司马光身上。那为什么要移植到司马光身上呢？是因为司马光在历史上正面评价非常高，所以对他来说有极大的溢美之词。你比如说七岁凛然如成人，这就是溢美之词。我们今天可以看到7岁的孩子啊，说这孩子跟小大人似的啊，说话竟说大人话。但是只是你一个短暂的感觉，如果你跟这个孩子按照成年人那么去聊天，这孩子肯定不能应付。我想古代依然是这样，说凛然如成人，也就是说他比一般的孩子早熟一点，但他完全不可能是个成人，对吧？你比如我们古代对司马光有很多故事，比如景缜的故事，我很早以前都写过文啊，说司马光由于编《资治通鉴》极为珍惜时间，睡景缜。什么叫景缜呢？就是结一截圆木啊，圆的木头，两头坠铃铛，躺在上面，如果睡久了沉睡过去，一动换铃铛一响就醒了，醒了赶紧看书啊，编书。所以珍惜时间，
这些故事到底有没有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它说明一个道理，说明司马光珍惜时光。那么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道理呢？说明司马光从小就有那逆向思维，我们都是顺向的思维，对不对？人掉到缸里那想办法把它捞出来，但司马光看捞不出来，那我把缸打破，在生命和财产之间选择生命，所以它是个逆向思维。比如我们史籍啊，把人呢就归为有正传啊，你比如司马光这都是正传，有奸臣传，你想你只要归为奸臣，这人就不是好人，所以他一定要脸谱化。正传的人啊，好人都是把优良的品质堆上去，这个坏人呢是把坏事堆上去，来证明这个人是坏啊。你比如我们这个唐朝的酷吏啊，来俊臣啊，看过电视剧大家都知道，周星来俊臣，有人就跟我说说，那么请君入瓮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能以物证实，就是有没有这档的事儿？唐朝有没有那么大的瓮？有，但这个事儿未必有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讲道理啊，来俊臣是唐初的人，武则天时期的人啊，早唐早期的人，不是唐初，唐早期。那么记载这个故事啊，谁记载的呢？我们第一段文字记载它呢，应该是当时有一个作家写的笔记小说，叫《朝野千载》。《朝野千载》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朝廷里的事和民间的事全都记录下来。这本小说里绝大部分都是鬼狐故事，鬼狐神仙的故事啊，只有少数的记载了这样的故事。但这本书并没有存下。第一次把它记录下来的是谁呢？是宋初的《太平广记》，但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宋代的版本，我们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的版本，这时候距离来俊臣时代800多年以上。你知道古代的版本是这样，每个人在增补的时候啊，在修订的时候都可以任意添加删改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管着你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在出版社的时候也是，这个书啊经常改，就是再版的时候，哎，不好的地方，比如反映有错误的地方就去掉啊，有的加上，如果时局有所改变呢，可能还增加一些内容。那你想想800多年对一个人的评价，那里头的版本经过多少次你根本不清楚，所以从唐到宋一直到明嘉靖，这800多年有多少次版，有多少个版别不清楚，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近的版别距今就是400多年，400多年前记录1000多年前的事，那你认为这事可能是真实的吗？有没有这档的事啊？当朝的一个笔记小说，对吧？这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今天我们看的电视剧啊，电视剧也是一个文学创作，那小说也是文学创作啊，所以这里人物也有虚构，故事也可能有虚构，所以我们读史的时候呢，并不一定要死气白咧的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。我们今天说历史的大真实是有的，小真实很难存在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写史书的人一定有自己的观点，尤其官方修史书，官方修史书一定要得到官方的认可。你比如辽史啊，辽史宋国人就想修，宋国人修两回没修好，为什么没修好呢？就觉得不能把他说太好，我们被辽国人欺负得太厉害了，所以北宋时候修一回，南宋时候修一回，修的时候看到说这修的不好啊，甭修了，最后就没修成。最后辽史被蒙古人修啊，被元朝人修，跟宋史一块修出来。那么元朝基于到辽朝的时候，中间间隔好几百年，再加上有偏见，所以呢，辽史是公认的讹误最多的正史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对我们的中古史，比如对宋史、对辽史、对金史乃至元史，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？是应该你对这个历史的一个总体的把握。我们历史的总体的走向是真实的，这个都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
你比如说你对武则天的判断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，每个历史时期对他的判断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那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史观。我们在社会学的分层时呢，这个文学呢和史学呢都归为一类，有时候说文史不分家嘛，对吧？我们看看司马迁的史记啊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，都是有大量的文学描写，所以文史不分家。赵匡胤啊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一夜就做了皇上啊。做了皇上以后，这事情就没那么好办啊。一开始要江山平定啊，你得让人家都服你的气。但到后来就舒服了，舒服了干什么呢？闲着没事，没事干嘛去呢？到后院打鸟啊，打鸟打得正高兴呢，有群臣要求相见，说有急事儿。这皇上就说什么急事儿，就赶紧就回来了。回来了一看，奏上来的事儿都是这个平常事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皇上就说：“你这事儿有那么急吗？”那大臣就说：“起码比你打鸟急。”宋代啊，文人治天下呀，他还真不怵皇上，跟皇上敢顶嘴。那今天的说，那就是我们错了，还是您那事儿急，对吧？大臣呢，就有点不服气，不服气呢，他就拿那祝福啊，随手一挥手，把这大臣的牙就打落了。我们过去说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，但这大臣不干，就低下身子去捡这个牙，捡了牙以后呢，还揣在怀里收着。那皇上看着就怪了，说你干嘛？你想干嘛呀？难道你还想告我不成？然后这大臣说什么呢？说我不会告你，我怎么能告皇上呢？但自有史官记录此事。那皇上一下就慌了。过去的人呢，不管你是皇上还是平民百姓，你都有一怕，都知道有一个因果报应啊，都有一种极强的道德约束。所以皇上说：“得，说这么着吧，说你也甭生气啊，说这个我也是一时兴起，那这么着吧，我就赔你东西，又赔黄金呐，又赔这个丝绸，赔了一大堆东西，这事才算了了。但是此事。”被记录在野史之中啊，这不是正史，正史肯定不记，正史对皇上不好吗？他不记了，野史是记录的，有这么一段。这事儿有没有吗？不知道。发生过没有？不知道。但是他很说明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宋代以文人治天下啊，宋代的文人地位非常高，这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有很多成语吧，比如囊萤映雪、凿壁偷光，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的这个各种书籍。那么究竟有没有具体的事儿啊？我们就想哈，映雪啊，雪地里看书是可能的。我早年在东北的时候，月光好的时候绝对能看见字啊。凿壁偷光啊，我觉得有点悬，因为古代的这个灯啊是火，灯火嘛很暗。您再隔着一屋子凿一窟窿，用那个灯过来看书啊，我估计比较累。这事儿能不能成立啊？不敢说，我觉得这事儿有可能不成立。那么最不成立的是什么呢？囊萤，对不对？把这个萤火虫装在一个包里，沙包里，透着光看书，这绝不可能。萤火虫我见过，我小时候特爱逮那玩意儿，逮几个搁在里头啊，扒在眼睛上看，就隐隐约约的一点光，用它来看书是不可能的。那他要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囊萤映雪，凿壁偷光，说的都是古人的苦读，他要说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没必要去纠结这个事儿是否真实。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也没有能力。如果我跟你说我讲的都是历史真相，我就是从书上看来的，我把那书背下来跟你讲一遍，对吧？它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。但是我们又很怕有历史的虚无主义，比如有一种思潮叫历史虚无主义，你说历史没有真真相，那是不是历史都是虚无的？不是，我们大的脉络是清楚的，我们每个朝代的兴衰是清楚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唐太宗不会说嘛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，就别人怎么兴亡的，怎么后来被替代掉，这个道理我们要弄明白，对吧？比如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里就载这样一件事儿，他说太祖赵匡胤啊，他就问赵普说呢，说天下何物为大呢？何物最大？赵普说这事儿呢，
你让我想想，我现在没法回答你，皇上。回去想了一宿，回来告诉皇上说呢，说我觉得世上天下道理最大。赵匡胤听了以后呢，就频频称赞，说你说的真是这样。按一般人都会说，赵普那巴结皇上就是说，那天下肯定是天子最大呀，天最大呀。他不是，他说是道理最大。所以我就强调，历史没有真相，只残存一个道理。摸出这个道理，或者理解这个道理，或者懂得这个道理，或者传播这个道理，是我们今天读史的一个真谛。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知识，你就下载官复APP，在上面有相关的一切知识。